这次的硬体性能，像是连拍速度一口气提升到每秒七张。那在于是说，除了硬体的性能以外，我们是加入一个全新的系统，叫做 Dual Pixel CMOS AF 系统。那这个部分的话，它是将我们的 CMOS 感光元件的每一个像素去切成两块，那进行所谓的相位侦测的对焦方式。那在于对焦的部分啊，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对焦在即时预览的时候，都可以做到跟小相机一样，甚至是说我们传一般没有反光镜的单眼相机一样的快速的对焦。那还有硬体的性能整个的提升，搭配我们比较新推出来的STM 的镜头，可以达到一个更好的录影跟拍照的效果。那在于说整个的硬体结构的部分，大家可以看到它跟传统像是之前的 60D 变成更像是 7D， 在于录影的部分也有更好的直接切换跟做